再好家，再好的家也没用的。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真的真的，对我来说，这些都是身外之物。我得了乳肝癌，这次我要出去治病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，知道吗？我在给家再造一次像。要知道，我这一个吃饭的椅子、用餐的椅子就1万多。真的，我一生爱我这个家，可是今天就要结束了。我要准备去到新西兰去治病，看看看，再看看我的厨房。厨房我用了这么多年，我也真舍不得，我真的真的舍不得啊。都是身外之物，没有好身体，真的不行啊！这些都对我没用了。我家挂的五星红旗，我走的时候给我带上。再看看我多年的寝室，哎呀，真的好难过啊！身外之物啊，爸爸也都没过着我这样的生活。今天小峰过到了，我知足，是毛爸爸给我积的德，我才有小峰今天。爸爸，我永远感恩你，爸爸，我永远感恩你。这张床就30多万呢，它都是用黄金。用黄金，我爸的长城杆为了我，哎呀，我真的是舍不得这个家呀！你看看，都是黄金镀的。爸爸，孩子今天在这里再次梳次头，有可能这次我走了就不再能回来了。爸爸，我得的是癌症啊，癌症不治之症。啊，爸呀，爸。我真害怕。知道吗？这一个柱子就200多万了。爸爸，我这个家，我就要离开他了。爸爸，你永住这里边吧，孩子要走了。亲爱的爸爸，一生我不明不白的，爸爸是，一会儿时机就来了，天亮我就走了，离开这个家，把生死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面对，你是怎么想？爸爸，我走了，这个家。你的灵魂就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待吧，这是曾经你的女儿张小凤的家，也是毛小凤的家。爸爸，我真的舍不得我这个家，我住了这么多年，爸爸，我都是为用我的心，用我的一生的精力，爸爸。我再造一次，爸爸呀！我再造一次我的家，这都是我精心设计的。就这一个花，就花了3个月呀，爸爸。我就这样的走了吗，爸爸？我真的放不下呀！我是谁，爸爸都不知道。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？